常用底下刚刚在做转换资料，转换资料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订单本来正常的话，是不是应该看到资料内容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订单出现一个惊叹号，这个惊叹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？请问这边是不是看到资料来源错误？请问什么叫装置未就绪？资料来源错误比较重要，为什么呢？本来资料是不是在一碟？可是我们这台电脑没有一碟啊。我现在关掉这边，我的超市范例在常用转换资料，资料来源设定，我要重新设定，重新设定这个超市范例，所以变更来源，然后接下来透过浏览的方式，我是不是放在低碟的超市范例，开启，然后确定，然后再点关闭。我已经做修改了，套用变更。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刚刚的转换资料，转换资料，这里这个惊叹号没有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它真的呈现资料给我们观看，所以我们的这个惊叹号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？最后做完，我就关掉这边。